各位爸爸妈妈还有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呢儿童体适能教练阿华田老师。小朋友们有没有发现啊，自己的身体好像变胖了呢？不过不用紧张，就跟着阿华田老师一起来动一动吧。下一个动作啊，要摆脱你的游泳圈喽。小朋友，游泳圈这个动作啊，非常的简单。我们相信小朋友们都看过机器人，对不对？好，首先呢，把你的两只手打开来投降，预备 ，Go， 很好。那接下来呢，机器人投降的机器人快要没电了，我们先来开始慢慢的把你的身体往下压，预备 ，Go， 机器人来了，非常好，慢慢回来，机器人回来，换另外一边，机器人往下压，预备 ，Go， 机器人来了，机器人慢慢又回来了，是不是非常简单？那我们现在来连续喽，预备备，机器人出发，预备 ，Go。短短短短短短短，好，换边，预备 ，Go！ 短短短短短短短，非常的简单，小朋友，这个动作非常的简单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接下来再做第二个动作喽。第二个动作，请所有的小朋友跟我一起把手变成小馒头。好，我们把自己的身体变成一个烟火，把脚一只脚缩起来，一只脚抬高，预备 ，Go！ 一只脚抬起来。好，打开的时候要吓大家一跳，一二三，蹦，非常好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来连续动作喽，脚抬高，打开来，蹦，向爸爸妈妈一跳哦，预备备，开始，脚抬高，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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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非常好。小朋友发现自己是不是非常的棒啊？我们也给自己还有爸爸妈妈一个掌声鼓励鼓励喽。林教官，刚才的机器人呢，对你的核心肌群呢是很有帮助的，尤其是腹直肌啊、哦，你可以练八块肌，加油喽！还有我们的什么？我们放烟火，放烟火呢，对我们的各方面的我们的腹内外斜肌呢都很大的帮助，让你的腹部呢哎可以收紧。我们呢各位的爸爸妈妈呢，请注意喽。现在小朋友很多都是圆圆的腹部呢，这要特别小心，让他多做这两个动作呢，让他包准一定可以有腰身的哦，加油。